当想要仔细清除长时间累积的脏污时，使用流动性高、干燥速度快的液体型，难免会感觉到时间压力。而这款不同于市面上众多清洁力强的泡沫型商品，它的泡沫质地不只能停留于局部来溶解顽固污渍，其配方还主打适用于各色汽车，甚至是镀膜的车体，可说是镀膜车车主的福音。其适用场合另外还包括玻璃、车灯以及轮胎钢圈，算是十分多用。另外，车内若有烟渍等困扰也能靠这一瓶解决。而厂商也贴心建议使用前先将沙尘简单清洁后再使用，就能避免因摩擦而产生的刮痕。在此推荐给习惯花时间细心清洁的读者。美国龟牌是经营多年的大品牌，不仅价格实在，商品还有一定的品质保证。其中本品可用于烤漆、玻璃、车轮钢圈以及塑胶等，拥有一瓶即可从车头喷到车尾，平时还可备用于家中，对付贴纸残胶等。而仅需利用海绵搭配干布擦净，不需用水冲洗，这点对于没有洗车工具或宽阔场地的使用者来说，实在是相当便利的选择。除此之外，擦拭过后会于表面留下一层保护膜，不但能使下次开车出游不易弄脏，下一次的清洁自然也变得更为省事。只要定期使用，不必太费心思，也能让车身维持良好的状态。对于已干燥、高粘着力的顽强虫虱，就要靠强力泡沫型产品来解决。这款清洁剂含有特殊蛋白质分解成分，并添加了湿润浸透剂来提高泡沫的渗透效果。此外，还加入 L 特殊增泡剂，用浓厚的泡沫将恼人虫虱完全分解，可谓专门为虫虱的强力清洁专家。而其拥有如此强大的清洁力，使用场合却依然多元，包含容易有虫虱、鸟粪的挡风玻璃以及各色的车体。建议读者搭配液体型产品，作为局部清洁使用。洗车时不仅是清洁剂的成分，来回刷洗的动作也总是让人忍不住担心会刮伤爱车。而这款来自德国的品牌正可以解决以上两个问题。它标榜不需刷洗即可有效溶解虫虱并去除油脂、污垢，使用时仅需喷洒于表面静待2至5分钟，再用清水冲洗干净便完成。一方面降低刮伤车身的风险，另一方面也让使用者清洁起来更轻松省力。除了能有效溶解外，其成分也十分温和，喷洒于玻璃或塑胶表面也没有问题，打扫不再需要小心翼翼，还能一罐抵多罐，给消费者方便又放心的使用体验。这款的瓶口设计成可自由切换的开关，避免幼童不慎使用的风险，可见日本品牌的细心之处。再者，其质地介于液体与泡沫之间，有着高流动性，又能喷出细致的乳化泡沫，不但不易干燥，它的高延展性也方便用海绵刷洗，与一般液体型的产品相比又有更加的渗透效果，可渗入污渍并瓦解。又由于它是弱碱性，使用范围广泛不受限，可用于塑胶及玻璃等等。而除了玻璃用完务必要用清水冲洗外，烤漆部分可仅用布料简单擦拭干净，若经常没时间冲洗，不妨考虑看看这一款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